大家好，前两个礼拜我又去莫斯科待在我父母的家。在莫斯科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我很想拍影片，但是我一直都很忙，所以就是来不及。但是如果我就是在外面，而且有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一定会拍一下。所以我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的影片，我就要给你们看看。首先，我到了莫斯科的时候，我跟朋友一起去红场。那时候因为还是11月底，所以还没有什么圣诞节跨年的 decorations。但是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国家百货商场，就在红场那边最大最大的最有名的百货公司，俄文叫做 GUM。所以在那边，在里面有很多漂亮的decoration 那个设计，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看看。在最中间有一个圣诞树，很大的圣诞树。下面有雪少女，那些女生穿蓝色的衣服。在下一个影片，我会介绍一下他是谁。他在我们的文化跨年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人。所以那些女生她们穿，雪少女的衣服。所以他们在卖很多圣诞玩具，那些玩具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是苏联的时候很有名的，圣诞玩具的样子。所以11月底，在那个百货公司已经有跨年圣诞节的气氛。对了，在下一个音频我会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一直都说跨年，不是说圣诞节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在下个音频就可以看一下。从红场走一走一段时间，我们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新的公园，那个公园就是刚刚开的。然后这个公园很大很漂亮，但是我们去那边的是晚上的时间，天已经变黑，所以我只有晚上的影片，请你们看看。在莫斯科的时候，我也有拍下我们的捷运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俄罗斯莫斯科的捷运很有名，而且因为很老很漂亮，所以我也要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因为莫斯科 center，莫斯科市中心很漂亮，所以我一直到莫斯科的时候，很喜欢在那边走一走，就是跟朋友一边走一边聊天，所以我也有拍一下，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些路看起来怎么样，也要给你们看看。
都是当然不是一天内就拍好了，我就是每天拍一点点。每年在莫斯科的红场，就在红场那边会做一个滑冰场，所以大家都就可以到那边滑一下，所以我们也去了。今年12月1号就是第一天开了，所以我跟朋友一起去在那边滑冰，旁边已经有跨年的气氛，因为在外面他们也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圣诞树，也可以听得到跨年的圣诞节的音乐。滑冰场旁边也有圣诞市场，所以在那边可以买一些吃的东西，可以买一些小礼物等等。我也有拍一点。所以我待在莫斯科2个礼拜。如果你们会问一下我的老公在哪里呢？他同事会去台湾出差。后来我们一起同一天，回到明斯克白俄罗斯。回到了这边就下雪了。下雪了，好漂亮！如果你们有我的 Instagram，如果还没有就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看。在 Instagram 我放了很多漂亮的下雪的照片。那一天我们去一个森林，那边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雪好多了。说真的，今年我非常非常期待冬天。现在说真的，我看窗户外面所有的下雪都融掉了，都没了。就是因为现在已经5度，所以天气变成很暖，已经没有下雪了。12月的时候，已经当然有跨年、圣诞节的气氛，所以在我所有的下个影片，
我一定会介绍一下我们的文化，我们怎么庆祝跨年，怎么庆祝圣诞节，我们的圣诞节是什么时候？因为不是12月25，是另外一天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请给我一个 like，一个赞。然后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